鬼洞族，一个来自地底的古老民族。他们相信眼睛是所有力量的唯一源泉，而精绝女王可以操控这种神秘的力量，将所有异己者推入黑暗的深渊。千年之后，你将跟随三位摸金校尉胡司令、雪莉杨、王胖子，重启古老的仪式，揭开这黄沙之下的秘密。阴森的水潭，残破诡异的地牢，幽深的黑石甬道，都散发出恐怖的死亡气息。妖艳异常的尸香魔力，释放出摄人心魄的力量。所有妄图接近女王棺椁的人，都将在她编织的幻象中一步步走向死亡。而你将要冲破这重重挑战，探索精绝女王的秘密。巨大的行军蚁后如同沙漠死神，召唤出无数蛰伏在遗迹中的蚁群，随时准备啃食你的肉体。面对突如其来的黑风暴，只有紧紧跟随白骆驼，才有机会在这地狱般的沙漠中活下去。神殿之中，嗜血的精绝主教祭司是你最可怕的敌人，击败他，否则你将成为盛大献祭的牺牲品。保护胡司令开启逆道的大门，在击败凶残无比的奴隶主之后，你将进入地宫的核心鬼洞。冰冷阴森的水潭边，上古凶兽红吼撕裂了一批又一批的闯入者，还有无数被唤醒的鬼洞族人，他们共同守护着地宫深处女王的棺椁。千斤巨闸仿佛黑暗中的守护神，将入侵者隔绝在女王的灵寝之外，保护雪莉杨炸开千斤巨闸，迎接最后的挑战。沉睡的女王终将苏醒，新的噩梦即将开始。几年前，有一个中外联合考察队去新疆探险，在去沙漠寻找精绝古城的路上失踪了，没有一个人回来。已经到达西叶古城，大家在这里稍作整顿。胖子，你带几个人去前面看看。又是我。好吧，你还有你跟着我。太好了，这里有水，大家都带上水袋，灌满水。大家都带上水。怎么这么多大蚂蚁？这是沙漠行军蚁，走慢一点就要被啃成骨头架子了。
白骆驼是沙漠中最神奇的精灵，跟着它，我们就能走出这黑沙暴。咱这条命算是捡回来了。上帝啊，这里就是拉格拉玛山。这山谷唯一的井，不是井头之地，咱不可耽搁，尽快出去才是。被它咬中，蛇毒顷刻就会传遍全身血液。这沼流里的黑水有毒，必是有死不生。大家快爬上山坡，集中火力打蛇头上黑色肉瘤。看样子，
这里应该是精绝古城了。那还废什么话，赶紧走啊，老子先开路。看样子这里应该是精绝古城了。借助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，我推测王宫就建在地下。这鬼连毛都不拔，除了那座倾斜的黑塔。城中沙子太多了，咱们到黑塔上，从高处找找地宫的入口。那还废什么话，赶紧走啊！老子先开路。别乱动啊，我感觉这儿不太对劲。不好，鬼吹灯，大家小心。那边，这就是黑塔，好像有人影。这也太他妈高了！好奇怪，从衣着来看，像是精绝国的祭祀。我去，这什么鬼？千百年都不死？那好，让胖爷爷送你们下地狱。都是老子的了，谁想跟谁急啊？别怪老子不客气了。胖子，你急什么？让我看看，我看完自然还你。你俩别抢啊！哎，死胖子，我的手指被你划破了。
你们听，是不是有流水声？我们顺着水声走，说不定能找到出路。终于找到水源了，渴死我了。这小湖中有鱼，是活水，大家都休息一下吧。有动静，大家小心。妈的，就不能让老子好好喝口水？这里应该是惊厥过关押囚犯的地方，现在都成了老鼠窝了。先前发现地宫的石门被人炸开，想必是有人曾经进来过。这闸门如此厚重，又在这地宫的第三层最深之处，极有可能这里面便是精绝女王的长眠之所。那得先把门炸开。爆破美女，上雷管，大家退到桥上的安全位置去。
哇，这就是鬼洞吗？可能女王的棺椁还在下面，在她被安葬之后，精绝人就把与这里连接的通路毁掉了，这样就没有人可以去打搅女王的安宁了。哇，这里这么多财宝啊，我们发财！你他娘的说话怎么跟放屁似的？不是说好了不动这里的东西吗？真他妈怪了，刚刚我这只手不听使唤了，我心里说别动别动，却偏偏控制不住自己的手。这木头是昆仑神树啊，你们快看，棺木上还有朵奇花，这花看起来真他娘的邪乎。我的脚怎么不听使唤了？还有这后面怎么着火了？大家快往前跑啊！是这妖花的幻术，大家快消灭这些幻身，注意不要攻击你自己的幻身。千年来无数痴人想一睹本王真面目，下场只有一个，为本王殉葬。
轮回结束，即是开始。我惊觉过，永世长存。